个背景。欢迎彭刚兄弟。谢谢吴二哥，家人们帮忙点点赞。平凡生活，平凡生活是大姐吗？家人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三个美女啊？我得再安排个才艺吧，我得。唱歌也可以啊，唱歌一个人唱，两个人唱啊，啊，他一个人唱啊，好，可以，那就是彩咱们唱个歌吧。
你们排练一下，排练一下那个，排练一下，排练三个人。欢迎长工哥。大哥们没有打榜十，要不我们看一下有没有，有没有麦哥？要不我们统计一下有没有打榜十的？大哥有几个大哥能够占榜的？欢迎快乐哥，海燕哥一个。占榜扣一啊！家人们，占榜的大哥扣个一。快乐哥，好。打榜十，打榜十，占榜的大哥扣个一。永不磨灭哥，好。永不言败哥，我们现在一二三只有五个榜，还没有走出把上次的阴影。独行客大哥应该会的。深深的陷入这次的教训，真幸福的成绩。你只占个吧，一直没有讲你，你眼角的悲伤
乌万科打榜十就是比第十名，就十个大哥比第十名谁的票多就是打榜十，他就是十个大哥一起来上票打榜十，就是没有打总榜那么大的压力，他是每个人均摊，是这样子啊。准备麦克，你觉得准备多少票占榜？多少票占榜？准备麦克，可能要5000票以上哦。这个，欢迎小布林哥。悄悄兄弟，沙士。啊，稍等一下嘛，不要急嘛。悄悄兄弟，你过去通知一下，等一下。谢谢三个兄弟。我也没及时，我也没联系过大哥。蝴蝶和彩彩妹两个人合着唱首歌吧。你说荒凉的像水仙，冬
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，却永远。欢迎发财哥，欢迎发财哥，发财哥你好，要为你改变。欢迎发财哥。发财哥你好，我们就是你来帮我们安排筹划一下嘛。是，现在接吗？还有个，还有个，你说的是现在接啊？欢迎发财哥，要不在他等一下也行吧。我们现在只有，还只有六，发财是发财哥，还只有六个榜了。过两分钟大哥吧，好好。发这个还没发这个安排吗？发这个安排一下，先讨论一下。还有一个，要他先等一下嘛，他人家提前就昨天就说好了。发财哥，你觉得是打单打榜十还是？欢迎独行客哥，欢迎独行客哥，独行客哥你好。你好，我唱歌没有歌。
好的好的，没关系。嘉诚，别看破了，别看错了，两分钟内，两分钟内才是嘉诚。嘉诚，对，发财哥，我们是打榜，打一个榜，这是榜十还是榜五、榜十加总榜一起？暂榜眼镜，其他票都过嘉诚，都打嘉诚。嗯，好，榜五和榜十啊。就是打两个是吧，榜五和榜十。发这个等一下，就是我们就是打榜五和榜十是吧？排练一下，三个人排练一下。好，妹子们跳个舞啊。